神秘的图腾总是充满异域风情，今天艾米就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款式，快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先用小鹿瓶装胶的粉色完成打底，照灯，重复上色增强饱和度，照灯。接着用拉线笔取雷尼原创彩绘胶的黑色，在甲面上勾画图腾形状。要注意图案的粗细变化和线条的流畅度哦。照灯，然后用平头光疗笔在甲面上刷上一层小鹿罐装胶的乳白色，照灯，重复刷上乳白色。照灯，继续用拉线笔取黑色彩绘胶描绘图腾，可以紧贴下层线条的侧边，这样可以让整体图案更加错落有致哦。然后取胶轻轻勾勒指甲边缘，照灯，最后刷上磨砂封层，照干就可以了。多沾一些彩绘胶可以形成稍微突出的立体效果哦，喜欢的话就快练习吧，
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